深度还原现实北京人和网络老北京人烧茄子篇，现实北京人。今儿来吃个水果沙拉，这个是苹果。网络老北京人。嘿，您猜怎么着？老北京最地道的清真小吃，今儿我带您 look 一 look。您瞧这小菜做的，那叫一个香，那叫一个美。这小菜做出来都得滋滋冒油，知道吗？那是盖了帽了。西湖爷当年就好这口。您给弄一这个糖醋里脊。清真的东西啊，就是地道，就是香。那个来这茄子，瞧瞧人这茄子，看着就有食欲，满满给装了一大勺。您这俩菜多少钱啊？您这个来那土豆，来少点行吗？凑十块钱能凑不？啊，一共才十块钱，那真是经济实惠，好吃不贵啊。好嘞，谢谢你啊。好嘞，谢谢。满满一大盘，咱们拿回去溜边转圈吃。您猜怎么着？清真的东西它就是实惠，十块钱满满一大盆，有菜有肉有饭，这口那是真地道。西湖爷当年就好这口糟茄子，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的糖醋茄子。吃到嘴里啊，好像仿佛有一种修仙的感觉。它是真香啊，您可说呢？路易斯的妹妹，够意思。吃饱了喝足了，找西佛爷去了。您要想知道西佛爷住哪儿，到时候晚上9点咱直播聊。您猜怎么着？老北京天天打地道战呢。